Hello， 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陈无忧啊。我来印度快一个月了嘛，这两天胡子也长长了，我必须要刮胡子了，就是每天都这样在长，好难看啊。我在这边看到一个刮胡子的大爷，我等一下也在这里刮一下。等这个大爷刮好，就轮到我了啊。他这里工具还蛮齐全的，他有刮胡子的那个泡沫，然后还有这个专门用刮胡子的这个刀片啊。高吗？现在我开始刮了，他现在给我涂泡沫了。这个大爷的手法还是很娴熟的，然后因为那个毛刷刷的也很舒服。老外都觉得很好笑，你要我也刮一下。啊？没事，我把让它刮干净一点，我那个剃须刀剃不干净，等下让它刮一下。还有那个水啊，弄得很舒服啊。刮了干净很多。现在阿峰开始要刮了。现在阿峰在刮。阿峰他早上他是刮过胡子的，然后他说他自己刮的不干净，他这边再刮一下。这个大叔他这个刀片啊，他是很厉害的，他能把脸上那个小汗毛也给你刮掉。
手法很娴熟，也不会感觉到疼。哎呀！Hello. 看一下，是刮的还是很干净的。OK。